下面我们来讲解八卦掌的入门掌法。八卦转掌也分为上中下三盘，适应不同的年龄段人学习。那么我们来讲解第一掌，下沉掌，起势连接下沉掌。我先来练一遍。好，到这儿就是下沉掌。那么我们来详细讲解。 首先，身体自然站立，双脚掌根相靠，双手掌心外翻，双臂向上，起至与肩同高，屈肘，双掌心向下，掌根下踏，同时屈膝下蹲，两膝相靠，重心右移，左脚向前伸出。 好，第一掌，下沉掌。好，这个八卦转掌呢，每一掌都走一圈。 好，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第二掌的变化。从第一掌下沉掌开始，当走至起势的地点时，是左脚在前时，我们开始变化，双臂向前推出，重心仍然在后面啊。双手向双臂向外打开，重心前移，双手勾手腕至双腰侧，双掌心向上，再继续向前。 手背相对，同时上右脚迅速的翻转，在下颌之下翻转，双掌心相靠，向两侧分开，眼睛看左手指尖的方向。那么这个双手向外分开时，中指带力向外插出。那么手掌在眼睛的高度，同时保持沉肩坠肘。我来连贯做一下。 第一步，第二步时迅速变完，眼睛看着左手。好，第三掌是合抱掌。那当我们这个第二掌。 走至这起点的时候，仍然是左脚在前的时候开始变第三掌，我先来连贯做一下这个动作。好，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第三掌合抱掌，从第二掌连接。 左脚在前，开始变化第三掌，重心前移，扣步掩肘，这式子名叫扣步掩肘。那么扣的是右脚，掩的是左肘，左大臂要贴紧身体，重心在后，
当重心前移时，左臂打直向左后转身，同时摆头摆步，左臂与肩同高，重心后坐。随重心前移，右手掌心翻下下降，向左后转身，左臂向上，把眼睛亮开，左手右手在下，掌心向外，双掌心都是向外，同时翻转双手，右手到下壳处，向右转身，右手从嘴插出，这招叫白蛇吐信。那么右手指尖插出的方向就是指向圆心，那么右手在眼睛的高度。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合抱掌的眼神，这个眼睛呢并不是随着身体转身周围的景物都能看到，而是说只有几个定点那个眼神是定的。那么从开始扣步眼肘，身体稍微的向外啊，向圈外扭转大约15度角，那么随着转身摆头直接就摆向后边，中途的东西是不看的啊，看不清。那么接下来随着重心向前移动，摆头向后，在下面的一个眼神随着手，随着右手看向圆心处。那么这几个呢，摆头和眼神是这个动作的重点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要点呢，就是这个双臂不要太敞。什么叫敞开呢？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双托掌，当你的双臂在双肩外的时候，那么你这个肩关节就已经敞开了，所以应该稍微向里合。那么这个合抱掌也一样啊，当我们做这个之后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那么就能看到我这个上手不是在头的上边，而是略微的向前，那么右手呢也不是在肩的外侧啊，而是稍微的向里合，有一个角度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这个骨头才能够节节相对，力量才能够贯穿出去。好，我们呢在这里穿插说一下啊，这八个掌，第一掌下沉掌和第二掌这个双托掌，我们走的都是逆时针，那么左肩对着这个圆心，那么当接下来的每一个掌都是变方向的，第一第二掌就是逆时针，接下来第三个掌呢我们就改成了顺时针啊，就沿着圈线是顺时针行走。那么再接下来的第四掌就又换了方向，那我们为什么要换方向呢？那一直朝一个方向走呢，一个是头会晕，也会产生离心力，那么这个脚法呢，就身法，就为了多练习，所以我们就反正两个方向都走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第四掌叫七星掌，那我来演练一下。我们来详细讲解第四掌七星掌。从第三掌连接，我们的右脚是扣步，那么先走，每一次都是先走前脚，然后沿圈线走一圈，当我们走回起势地点的时候，变七星掌，扣左脚，双掌心外翻，向右后转身，双臂展开，随后脚起做一个圆圈，扣步的时候双臂紧贴双腰侧，掌根相靠，向右后推出，同时先走前脚。那我来连贯做一下这个动作，这是从第三掌连接走到起势地点时，我们右脚在前，扣左脚，
好，我们来重点说一下这第四掌七星掌。当扣步时，扣左脚时啊，每次都是扣圈外的脚，那么双掌心向外。当向后摆头摆步，双掌心分开向外，双臂分开。当左脚要扣一圈的时候，同时手臂行动，勾手腕到腰侧。左脚扣步的时候已经落地了，双臂就向外推出，那么双肘夹紧啊，不要分开，双肘夹紧向外顶出，掌根相靠，那么重心在左脚，右脚自然捻转，前脚掌着地自然捻转。那么当最后这个定式的时候呢，小臂与地面平行，小臂与地面平行的情况下，尽量向外延伸，使你的肩沉下来向远送。还有另外一点呢，就是眼神，眼神也同样跟上一个掌一样，那么有几个定点啊，扣步迅速向外摆头啊，向后摆头，再一个扣步，再一次的摆头，那么有两个摆头非常关键，我来做一次，请注意这两个摆头。下面我们来讲解第五掌双撞掌，那我先来整体演练一下第十四掌。好，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第五掌双撞掌的变掌。从这个第四掌保持这个定式走了一圈，那么回到了起势的位置之后，左脚在前时，我们开始变掌，重心前移，扣右脚，同时双掌心向上翻，掌双肘向后撤，重心前移，向左后摆头摆脚，同时呢双手在腰后调转方向，指尖向外，双掌心向上，双臂是拧转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随着右脚扣一圈，同时拧转双臂，双掌心向外啊，随着扣步使这个双掌掌心双掌心向前，屈肘双掌放在耳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摆头，然后向左后推撞出双掌，那么从耳朵的高度撞向肩的高度，最后呢才是脚向前走。那我们再来详细的看一下啊，扣步翻掌向后撤，向左后摆头摆步，随着右脚的扣步同时上来，那么摆头向后撞出，随着这个随着摆头向后撞出双掌，最后才左脚自然的捻转向前走出一步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还要来讲解一下这摆头的问题啊，摆头是什么时候摆最合适，那么就随着我们的扣步来摆头。扣步呢就像踩油门一样，你油门踩下去车才会向前走，那么我们来做扣步摆头，扣步再摆头向前走。那我们来讲解一下，在变掌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，就是我们在手脚呢是齐动的，而不是在中途停顿。那我们讲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一个配合，那么练起来的时候是不能停顿的动作啊。以这个掌为例，那么手呢就没有在中间
或者是某一个地方停留过，始终是在行动的。随着脚移动，那么手也是在动的啊，没有在中间停顿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好，第六掌阴阳掌，这一掌呢，在变化的时候呢，难度比较大，那么就请大家要多注意这些要点。下面我先来演练一下第六掌阴阳掌。详细讲解一下这阴阳掌的这个变掌过程。那么我们从第五掌双撞掌开始连接，当我们这个保持这个姿势走了一圈之后，走到起势的地点，那么我们现在仍然要扣外脚，也就是说要扣左脚了。这一次重心前移，随着左脚扣步，同时向右后转身，双掌心向外，双臂向外展开，那么右脚就成摆步。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这个手的变化详细讲解啊，往回勾手腕到腰间，到腰间来，那么双掌心都向上，但是左手指尖向前，右手指尖向后。那这个动作呢，随着变化一起行动啊，随着手脚一起行动，重心前移，双掌心向这个腰侧。那么当这个左脚啊扣步时，你看左脚离地完成手的动作，当左脚扣一圈扣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摆头，向哪里摆？向右后摆头啊，右后摆头，双臂打直，双掌心向上。那么再从头做啊，因为这块比较复杂。扣步向右后摆头摆脚，左脚离地扣一圈，左脚落地时，右脚前脚掌着地，自然捻转摆头向右后摆头，双臂打直，双掌心都是向上的。那么到这里之后，眼睛是看右后的，双手同时行动，左手指尖向里勾，右手向外翻掌。那么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，眼睛还是看着右手的，那么保持右臂不动这个姿势，我们指向左上身，向左扭转，眼睛看着圆心处。那我来连贯做一下这个动作，好，我们把手脚分开来讲解这阴阳掌。那么脚呢，其实非常简单啊，就是扣摆扣。脚是左脚扣步，右脚摆步，扣步要小，摆步要大。接下来左脚扣一圈，扣步要小，向后扭转，沿圈线行走。那么脚的步伐呢，其实每一个变式呢就非常接近，扣摆扣。第一个扣步之后向后转身，摆步的时候这是半圈，接下来呢左脚扣一圈，再沿圈线行走。那么这个讲的呢就是步。好，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第六掌阴阳掌的手的变化。那我来正面做啊，从这个双撞掌开始，手的变化，双臂向外展开，勾手指到腰侧，那么双掌心都是向上的啊，双掌心向上，那么紧贴腰部，左手指尖向前，右手指尖向后。那么怎么过来的呢？从这个展开之后画弧啊，两个手就有点变化不同了啊，左手有点偏后，右手有一点偏前，我们才最后
到腰间才出现这个状态啊。好，到了这里之后呢，随着身体扭转，我们的手就要向外伸直啊，伸直双臂，向哪里伸？不是向前啊，是随着身体的旋转，这左手向右肩外斜着伸出的啊，向右肩外，右臂呢向后掖出，拧转手臂，掌心向上。那么到了这里之后呢，左手指尖向里勾，右手指尖向外翻。那么这左手勾呢，不是直接回来的，是向右肩处勾，向右肩勾，左右手掌心向外，这左手啊往回勾，让你的手腕的内侧啊，这个手背的内侧能够贴近身体下滑下来，不要让手指戳到你的衣服。滑下来之后，到了这个右侧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还是看着右手的，这个时候呢，右臂基本定型，而左手呢还没有完全到位。到这里之后，我们的上下身就等于分开两段，只扭转你的上身啊，你的脚腿还有这胯还是合的，仍然朝前。那么你的上身扭转看向圆心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左手就从这个前边啊，腰的前侧滑向腰的后侧，左手背贴到你的左腰肌，左手背贴到左腰肌，那么右手呢就等于保持固定这个姿势，掌心在眉外啊，在眉毛的高度旋转之后呢，掌根向前踏力，眼睛看着圆心，这是手的动作。那么我仍然保持不动，来做一下手的动作。好，我连贯来做一下这个阴阳掌的这个变掌，按照正常的方向啊，我们这一掌呢，从这个双状掌走到起势的位置，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来讲解这个阴阳掌，来做一个反面的讲解啊。那么什么叫正反面呢？比如说现在你看到我的这个方向，就相当于你是主裁判席一样，所以本来这个掌的变掌呢，我们应该是背对着这个镜头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个反方向，方便大家能看得更清楚。那我们这个眼神呢，有三次看到同一个地点。第一次呢，就是这个变掌的时候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扣步看到一个地点啊，一个点向后转身。第二次我们又看到同一个地点，还有第三次又看到了啊，三次看到，最后才变掌完成。下面我连贯做一下这个动作。第七掌外开掌，那么外开掌呢，是指身体啊脸朝着圈外的时候把这个变势完成，最后这掌打向圆心，也就是打向圈内。那我来做一下这个连贯动作，从第六掌连接走一圈之后，刚好走到起势的位置，详细讲解一下外开掌的变掌过程。那从第六掌阴阳掌开始连接，走到起点的位置啊，走到起势位置的时候，仍然是重心前移，扣圈外的脚，同时右掌向低降落一点啊，降到与肩同高就可以，同时后手向后掖出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不只是手的动作啊，不止手臂动作，它还有这个身法上的动作。眼睛呢仍然是朝着前看啊，那么在
摆头向左后转身，同时摆脚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左臂与肩同高，拧转左手，掌心向外，重心在后边。随着重心前移，右手随着右脚的扣步，右手下落。那么身体呢，脸刚好是朝着圈外的。在这个动作啊，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双腿啊都是弯曲的，屈膝变化啊，由右手在下，双掌心相对，变成右手在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不是掌心相对了，左手在变化之后靠近你的小腹，那么右手朝外，那么这个角度是固定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有效范围啊，这个范围属于我们自己的。在这个时候变掌完成，我们只是扭转上身啊，从腰部开始扭转向里打。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的掌不是向外的，掌心是向下的。那么这个腕子这个外侧这里是发力点啊，再来做一下。这个脚的步伐呢，和前边的这个合抱掌非常的接近。那前边的合抱掌啊，刚好也是这一个角度哈，朝着镜头的。这一个扣步以后呢，向后转身，这个是半摆步。然后呢，右脚扣步哈，右脚扣步，转过来。那这个呢是合抱掌。那我们这个外开掌和合抱掌的脚法非常的接近，也是同一个方向的啊。扣步，半摆步，扣右脚，转过去，这脚法非常接近。那我们要强调呢，每一个变掌中间都是不停顿的，我们分段讲解，所以在中间呢就截断了几个部分，我们来停顿一下。事实上每一个动作都是不停顿的。那我们这个第七掌外开掌呢，在变式的时候我们又要特别的强调一点，就是用我们的身法，那包括我们的腹部呀，还有这个两边的臀大肌和腰肌都是不同的运动啊，有这个先后的，两边是先后运动的。到这儿之后这个变化啊，这两边的腰肌臀大肌都是不同的，先左边使力，再到右边转过来，最后在这里变式的时候，从你的腰部上身进行你向后打啊，向后扭转，那么保持下身不动，还同样要眼单合胯。下面我们来讲解第八掌推转掌。那么这第八掌的变化呢，就是我们这八个掌里唯一的一个扣里脚的一个变掌啊。之前呢我们都是扣外脚，所谓的外脚呢就是圈外的脚。那当我们这个左肩对着圆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扣着右脚，就是圈外的。那当反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右肩朝着圆心，当然就是左脚就是圈外的脚啊。那我们到从这个外开掌变这个推转掌，这是唯一的一个扣里脚的变掌动作。我来做一下，从这儿啊走了一圈，走到这个起势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多走一步啊，多走一步开始扣圈里的脚，再变过来往前走。那我先来连贯做一下啊，那下面详细讲解一下这个变掌过程。这第八掌呢叫推转掌，从这个第七掌开始啊，当这个
圈外的脚就是左脚走在前的时候开始变掌，重心前移扣里脚，也就是扣这个右脚的时候，左手原本是在这腰部的啊，向上移动到腋下，开始搭住这个右臂翻掌啊，慢慢的随着身体扭转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眼睛是看着圆心的，我们的头呢要先摆头，随着这个翻掌先摆头，看到这同一个位置啊，刚才看的位置，那么双掌心翻上，我再来变一下，扣步摆头。那么这个双手做的动作是一个平圆，右左手向上，重心向前移动，慢慢的来翻掌过来啊，翻掌过来，看向刚才的位置，右手搭在这个左大臂上，再来变一下。那么眼睛看着是刚才同一个点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做变这个掌。那脚呢保持不动，由这个左掌向后带一点向上画过来，好像就画了一个小的立圆啊，小的立圆。由这个位置看着同一个点，转了一个平圆之后，让我们的左手向上画了一个平圆，右手翻掌啊，右手翻掌向外踏出，向外推，那么让你的肩松下来向远送。那你双掌的掌根都是向外撑出的啊，向外顶。那么右手在左肘尖的下边，那么这个食指呢离这个左肘大概有一寸多的距离，那么力量呢都是向外打出，眼睛呢从左手的虎口看出去这个方向啊。那我来连贯的做一下这个第八掌推转掌的这变掌过程。那我们这第八掌推转掌呢，就是说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点啊。第一个要点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扣步转身，这扣步转身呢要迅速啊，这双手做的这个平圆也要迅速，扣步之后马上转过来一圈，在同一个点，重心在后脚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左手画的这个立圆啊，其实右手也是一个立圆，左手的立圆是平的啊，是左右平的，那么右手的立圆呢很小，向外踏啊，向外踏。那么这个动作不是由手来的，是由腰里来的啊。那我看做到这个动作之后，注意这腰，他说从腰里画最后带出到手上的啊，不只是手单独的来做这个动作。那我再来做一遍，好，动作要连贯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讲解这个收势啊。收势的动作呢，就对你的这个协调性啊、重心的转移要求比较高一点，这样你才能够转动的时候呢，速度会比较快。那么走这个第八掌推转掌，当左脚在前时，最后一步啊，走到起势位置了，那么这左脚呢不要太大，这步稍微的脚尖往里扣一点点，停住，看着圆心处停住，重心在后边，向左后慢慢的扭转上身，看到身体的后面，然后双掌心翻向上，看右后，又是同一个点，再向左摆头，看着前方，
双掌向外分开，掌心向下。那么本来刚才呢，我们为了保持这个稳定性，这个左脚尖呢稍微往里扣了一点，这个时候一小步调正脚尖，随着这个右脚跟部，双手落回到这个小腹前，最后呢再来一小步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收势结束。好，我做一下这收势的连贯动作。好，讲一下这收势动作的要点啊，有几个停顿。第一个停顿是走到起势的位置的时候，一小步停住，前腿就不用特别直了啊，稍微一点点弯曲，这里先停一下，然后重心稍微的前移那么一点点，向左后扭转，再停一下，看到你的后面，最后双掌心翻上，放于两腰的侧面，向右后转身摆头，那么这个时候重心就有点偏中间，再双手向后摆开啊，向后撤，摆头向左，看着镜头的位置，双手向外展开，双掌心向下，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停顿啊，我来做，一停，二停，三停，四停，上步跟步，最后一个小小的上步根部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收势结束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收势的几个停顿大概要停多长时间呢？就是一到两秒。那么到这里呢，我们这一套八卦转掌呢就讲解完了。那么在演练这个一套八卦转掌的时候呢，有一些要点就需要注意。那么有个口诀叫抱膝眼当剪子腿，说的是这腿。那么还有呢，扣步要小，摆步要大，还有换势如旋风啊，换势如旋风就是说转的要特别快，那么就对你的重心的转移啊，平衡啊，要求就比较高。那么我们刚才所演练的这一套的转掌呢，是单边的啊，就是说我们呢左肩朝着圆心，那么我们呢就是先迈左脚啊，从这个起势第一掌之后呢，我们都是先迈圈里的脚开始走啊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演练，那就是先迈右脚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右肩朝着这个圆心啊，右肩朝着圆心，那我们起势之后呢，就是圈里的脚先走啊，右脚先走，然后是往右转圈。那我们这个八卦转掌呢，两个方向反正面都可以演练。一般我们初学呢，都是从这个左脚开始先走，那么收势的时候也是左脚在先。那反过来呢，等你的右脚先走的时候，右肩朝着圆心的时候呢，你收势同样也是右脚在前面收势啊。那我们呢要补充一下，在练这个八卦转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围着圈线行走的。那围着圈线行走呢，我们的这腰啊就尽量的大幅度的扭转，就可以对着这个圆心。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双撞掌啊，双撞掌的时候呢，是朝着这个背朝着这个镜头的啊。双撞掌呢，我们撞过去之后呀，可能是朝着圈线的，随着你的前进，随着步伐的前进呢，逐渐的向圆心扭转你的上身，
也就是说，你的腿呢仍然沿着圈线行走，你的胯呢还是朝着圈线的，但是你的上身呢尽量往里扭转，这样呢就能够大幅度的锻炼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左右的扭转幅度，能够使你的这个身体能够练开，让你的这个幅度越转越大。